都说声优是怪物，快来看看他们录音时是什么样的吧。我叫童谣，任冬童，遥远的遥。可以，这边给的还挺尴尬的，这还挺尴尬的。要不要加在上海的那种？你在这瞎说八道些什么东西嘛？什么？什么？什什什还是什什么？Hello， 大家好，我是幻听，我是声韵文化的 IP 孵化部总监，然后也是剑来和道谷一仙的有声版本的制作人。其实配音过程和制作过程，他们挑战是不一样的。制作过程的话，其实更多的是在，比如说前期我们的剧本，那这样就需要编剧他有一个比较专业的判断去取舍这些东西。然后中期配音的话，其实主要是角色的塑造，你怎么样让这个角色被人记住，你怎么样给他赋予一些东西，这个其实是比较难的点。因为配音也是演技嘛，其实在我看来。然后但是有的人他就是，那我就是既喜欢配音，然后我也很喜欢向大众展现，我觉得这是看个人选择。相信大家这一段时间都会看到一个很火的视频，就是那个 ChatGPT 那个人声，其实已经可以加上一些停顿迟疑气息了。你如果让它处理更为复杂的东西，其实跟你的真正的人去录制其实还是有些区别的。我们的主舞台直播其实主要就是我们的两本小说的那个发布嘛，在我们的展区那边会有很多的配音老师以及我们的工作人员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活动，包括一些集章抽奖，然后合影啊，都可以去看一下，很好玩的。那12月16号呢，我一些好东西要给你们看看，所以到时候大家 AIG 不见不散。